每次想喝水都要费劲去抬桶装水，特别的麻烦，所以我就入手了这个电动抽水器，造型小巧精致，直接套在桶装水上就可以，而且还附赠一个烧水壶，智能开关，可以直接抽水和加热，水量达到一定量就会自动断电，省时又省力。我买了这个东西被我家厨男表扬了，它是一个收纳神器，原来我们家柜子里是这样子的，想要拿到最里边的东西必须得一个个搬出来，用了这个只要转一下就能轻松拿到最里边的东西，这个设计者真的太聪明了。不会磨刀的一定要用这个磨刀器，触磨、细磨、轻磨三段磨刀位，刀钝了来回拉。